起了一座彩虹滑梯。1. 装载机。2. 压路机。3. 挖掘机。4. 推土机。5. 自卸卡车。滑梯下飘来了5辆搅拌车，一个搅拌车开始往池中注入油漆，紧接着蓝色油漆池也注满了，很快绿色油漆池也装满了。黄色油漆池和红色油漆池也都相继装满了。回到彩虹滑梯上，5辆工程车已准备就绪。装载机率先出发了，它不急不慢地行驶着，慢悠悠地进入足球堆。压路机沿着黄色滑道开下来了，一头扎进球堆里。挖掘机登场了，它小心翼翼地开下滑梯，很快就消失在球堆里。排在第4位的推土机也开动了，一会儿功夫它就进入了足球堆。压轴登场的是自卸卡车，只见它冲出滑梯也消失在球堆里，5辆车车就这样不见了吗？突然装载机出现了，压路机也出现了，挖掘机也蹦出来了，推土机和自卸卡车也相继出来了。5辆工程车都换上了足球轮，挑战仍在继续。5辆车车一同进入油漆池，很快他们焕然一新了。 Red 红色装载机。 Yellow 黄色压路机。 Green 绿色挖掘机。Blue 蓝色推土机。 Purple 紫色的自卸卡车。真是美好的一天啊。